cool. I'm just looking. It's too much machine for you. I thought I'd post it on the internet. No. Programs hacking programs. Why? You know, like nunchuck skills, computer hacking skills. Ever wonder why fund managers can't beat the S&P 500? Because they're sheep, and sheep get slaughtered. That I love. I absolutely love. I want it. It's everything. They thought that search engines were a map of what people were thinking, but actually they were a map of how people were thinking. Let the hacking begin.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场直播，是由一号是 developer at proto， 然后他的这个话题是如何在 Solana 上写一个 DeFi 项目然后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对 Justin 的直播的一个后续那这个直播的两个具体的话题，第一个是Solana account 的运作模式，刚才大家有很多跟 account 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个直播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解答第二个是如何在链上写一个拍卖程序好，那我们现在就交给一号来分享屏幕。听得到吧？可以的，可以听。好这里有看到吗？对，好，那我直接开始啊。大家好，我是一号，然后我现在在 Proto， 然后主要是开发 Proto 钱包，大家应该都有用过。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做 Solana 的串接，所以对 Solana 算有点心得啊，这里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会分大概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跟大家介绍就是 Solana 的 account 系统，就是主要跟大家有个概念，这样写程序比较不会卡。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跟大家说怎么做一个拍卖的程序这样。那就像 Justin 说的，就是在 Solana 里面的 account， 它像是一个档案一样。怎么说它像个档案？就是它的 account 里其实里面都是有存资料的，就是每个Program 要做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去跟 account 拿资料。那我们拿 Ethereum 当例子，就是从 Ethereum 开发的人应该很不习惯，因为我们把资料都存在 smart contract 上。像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是 USDT 的话，你对它做转账的话，你资料其实都存在 USDT 的合约上。然后你有像 Alice 跟 Bob 这样的 public key， 其实在 Ethereum 世界，它比较像是一个识别证的概念，它里面没有任何资料，就是你可以拿了这个识别证跟所有的 account 做互动。但在 Solana 世界不太一样， Solana 世界呢，它的 program 里面只有逻辑。那如果他今天想要跟其他的 program 做，其他的 account 做互动，他就要把 account 存进来，然后把资料写在这个里面。假如说这个 program A 它是一个 USDT， 大家把它当成 USDT 来看的话，那其实它，你转账之后，它是会把余额写回 account 里面的，所以你在做的时候，这里会看到就是它有 account 是 balance 是写在这个里面的，对。然后呢，我们想，然后这个就是属于 account 里面的 data。那 data 的话，在这个 account 里面，它比较像是一个 U8 的 array， 你就想它是一个很长的 array， 然后里面有一大堆0到25的数字，所以你在看。直接看链上的这些东西你会看不懂，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它怎么切的话，你必须到它 program 看它的逻辑，因为大家虽然都用这个东西在存，但它切法不一样，有的人4个4个切，有的人什么32个切这样。然后我这边拿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 SPL token 的 account， 然后这里就是160，大家看到这里就是165 byte， 然后它的切法就是如它的 code 所写的，就是它是32 32 8 36这样，然后依序的就是大概有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就是 SPL token 它在切它 account 的 data 的方式。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切其他人的 program 的 account， 然后你可能拿到一个100，但其实你必须还是得去看他的 program， 你才有机会就是正确切出你要的资讯。然后大家就可能想说，哎，这有个 amount，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说，那如果今天我可不可以写一个程序，然后我来改这个 amount， 然后我就把它改得超级高，然后我 token 里面就一大堆钱，直接一夕暴富，对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手上有另外一个机制，其实就是刚刚 Justin 提到，就是 owner。就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啊，那其实它的这个 account 里面都还有一个隐藏的资讯叫 owner， 然后这个 owner 就是只有这个 program 的所属的 account 它才有办法改到它的资料，也就是说我们刚讲的情境并不会实现，就是像这样子，今天有一个 program A 跟一个 program B， 他们想要改自己的 account 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成功的，但如果今天你 program A 你想要去改 program B 的 account， 这时候链上就会直接把你拒绝，你会根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交易。对，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暴富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发生了。那我们拿个现实的例子来看，就是大家最常一开始会碰到就是这两个 system program 跟 token program。 system program 主要就是 native token 的 account 通常都是属于 system program 的，那另外 token program 的话就是管那些 token 的account 这样。然后我在 Discord 其实蛮常看到大家问说，就是哎，我要怎么把一个 USDC 发给另外一个人？那我怎么发呢？那我给一个图像这样，就是今天 System Program 你有 Alice 跟 Bob， 他们两个都是持有 Soul 的，就是有 Native Token。然后 Token Program 这边是 Alice 这个 T， 我们把它当成 USDT 好了。那今天 Alice 她想要把她的 USDT 转给 Bob 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转？你当然不可能是 Alice S 转给 Bob S 嘛，这样就变成 Native Token 的转账，但你也没办法用 Alice T 去对 Bob S 转账，因为这样子的话 Token Program 其实改不到 Bob S， 而且 Bob S 里面存资料的方式跟 Token Program 里面想要的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所以你这边就是两个解法，一个就是要嘛 Bob S 自己乖乖的去创一个 Bob T 的 account， 然后让 Alice 去转，或者是 Alice 在转的时候直接帮 Bob 创一个 account 出来，然后把 Alice T 转到他的 Bob T 里面，然后那个 Bob 说我转好了这样。对，然后其他的就应该没有其他的解法，就大概只能这样，你必须帮他创一个 token 的 account。 然后既然这里讲到token program， 我多讲一点 token program 的东西，就是 token program 里面让大家很疑惑，就是这个 mint 这个，在 token program 里面它有两种 account， 一种是Mint， 另外一种就是 Token Account。 然后如这里所示，就是 Mint 其实就是大家在 ERC20 上面看到的那些 address， 可能 USDC 啊、CWIN 啊、Radian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 Mint。 然后 Alice 跟 Bob 他们想要转这些代币的时候，他们其实必须要拥有这些相对应的 Account。 像 Alice 如果想要转 USDC 的话，他就必须要有 USDC 的这个 Account， 然后 Bob 也要有，他才有办法互相的转账，就是概念上就是这样。所以在做 Solana Program 开发，如果你想要跨 Program 读资料，其实你都必须帮他创一个相对应的 Account， 让这个 Program 可以去读这个 Account 里面的资讯。对，然后对，就是这里这个 Mint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上面这张图的这个 Mint。 所以其实在 Token Program 下面的这些 Account，不管你是 USDC 或是你是 Serum， 他们所有的 owner 都是 token program， 然后他们唯一有差别的值就是这个 mint 跟下面这些 owner 这些，他们是所属不同人的。对，那这个就是 program account， account 大概的概念。然后既然讲到 account， 我们就要另外讲一个东西，就是你把 account 丢到链上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属性，一个叫 is signer， 一个是 is writable。那 signer 这个东西就是你有私钥，你可以签 T 叉的话，你就可以被当作是 signer。那当然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授权会用 signer。那 writable 就是这个 program 可不可以改你的 account，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要是 true 的话，它才有办法改。如果你是 false， 即便你是这个 program A 的 account， 它你在上面改的话，但如果你标注它是 writable， 那一样是不会过的。那我们拿这个系统转账为例，就是转 native token， 像这边就是它的 from 就是 signer， 这显而易见就是你必须是
他的拥有者，你才要帮他动他的钱嘛。那 writable 也是出的，也是对的，就是他必须转，他转账出去，他的资料是会变动的。那 to 的话，这里就不需要是 signer， 因为他就是接收方，那你也不需要他的签名就可以转钱给他。然后 writable 就是 true， 那你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不一定要把 is signer 跟 is writable 就是绑在一起，就是像 token program 的转账啊，其实就没有绑在一起，因为他看这里 source 跟 destination 它都是 false， 然后这两个 account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 token account， 然后他们都是 is writable， 就是他们的余额会做增减嘛。然后我们这里看上面这个就好，就是这个是你的 owner 就是你有。就是你有权限的那个 account， 就是我们拉去上面看一下这张图。它里面有这个 owner， 就是 token program， 哎 ,token account 的设计，就是它让每一个 token account 里面都有一个类似像 author 的一个角色在。然后就是你可以有这个 author， 你就可以对这个 token account 做事。这个设计其实不错，因为你像刚刚那样，像如果你需要有 Ethereum 有Solana 有 Ethereum 有 Radiant 之类的 token 的话，你其实会有一大堆的 account。那如果这些 account 你都需要它是 signer， 那代表你需要这一堆 account 的 private key。那你有这个，这样其实是非常的困扰。但如果你是改成这个设计的话，其实你只需要你有你 native token 的那个 private key 的话，你就可以 sign 所有的 transaction。然后链上的 program 也可以把你当做你是有被授权的这样。对，那。讲个就是这个就是蛮重要的，叫 Program Derived Address。这个是学 Solana 的时候非常非常比较不好理解的一部分啦，就是因为它就是真的有点难懂。那它的运作的模式像这样子，就是你拿一段 seed， 这个 seed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段字，或是就是反正一段 U-bar array， 不管你怎么弄，反正就是最后是一个 U-bar array， 丢上 Program 之后 ，Program 会找它的 Derived Address。然后 derived address 这边就是这个 program derived address， 我这里简称 PDA。那它这样丢上去之后，它就可以去 sign 这个 PDA， 就等于是只有 program 能去 sign 这个 PDA。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等于说这个 account 只能被这个 program 授权，也就是说这 account 想要转账、想要做其他 account 的 author 就做授权的时候，都必须透过这个 program。那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好，那就是等等会有一个小例子跟大家解说。那索拉来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有限定这个 PDA 不能是 ED2519 曲线上的一个 account， 所以其实我们用其他 key， 照理说你是没有办法 sign， 因为它根本不在曲线上。对，那我讲一下刚这个讲一个这个小例子。假如今天 Alice 跟 Bob 他们搞了一个对赌的东西，那这对赌的东西需要先把钱暂存到一个地方嘛？那 Alice 跟 Bob 他们素昧平生，那他们想对赌，那你当然其中都不相信彼此嘛？那你就 Alice 把钱给 Bob， 或是 Bob 把钱给 Alice， 然后大家就哎呦就跑了，然后就哎那也找不到人，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他们其实可以交给这个 PDA， 就 Alice 可以把钱给 PDA， 然后 Bob 也可以把钱给 PDA， 这样子。最后结果不管怎么样，就可以有人去触发这个 program， 然后由这个 program 去授权 PDA， 然后 PDA 再把钱分给相对应的人，这样就是 PDA 最主要的用途就在这，就是 PDA 握持有授权的东西，只有 program 能给他权利去做这件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如果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 program 的逻辑长怎样，然后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 program， 相信这个 PDA， 然后安心的把钱丢给他，这样。对，那。怎么找这个program derived address 呢？这个是官方 的一个 code， 那我就把它抄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找的时候啊，你就是把 seed 这个 seed 就是一段字嘛，你就把这段字丢进去，然后 program ID 丢进去。program ID 就是你要产的那个 program， 那就把那个 program ID 丢进去。然后它其实做的事就是很简单，就是把它打平。那打平之后，再把它Program ID 跟这个 Program Derived Address 就把这两段字加在后面，然后直接对它 SHA-256， 然后把这个东西当成 Public Key， 然后检查它在不在 Curve 上，然后如果它在的话就喷错，那这样你会觉得蛮困扰嘛？因为你看哦，如果今天丢个 C， 我觉得这个 C 超级重要，它就可能就叫 Vault， 我觉得这个 Vault 的名字取超赞，但是我今天丢上去，干它就在链上，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官方给另外一个东西叫 Five Program Address， 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用法一样，你就是把 C 的跟 program 丢上去，然后它会做完刚刚的事情之后，在你的最后面，就是你刚刚那一坨 C 的最后面再加一个 byte， 然后就是开始找，找到有为止再还你。那依照 Solana 的文件是说二分之一的机遇可以找到不是的，那基本上255次应该绰绰有余，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我在做我也没遇到什么问题啊，所以大家可以就如果想要固定那个 seed 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你也不用写额外的 code 去记啊到底是加了第几个，反正你每次去跑这个东西它就是会跟你回报一样的结果，因为你的找法是一模一样的。对，那我下面又跟大家再简述一下这个 transaction 在发的时候要怎么发。transaction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结构，结构上会长这样，就是你在丢 transaction 到链上的时候啊，它其实就是这么一大包东西，然后里面呢它有这些 signature 其实就是看这些 account 谁是 signer， 然后会把这个 message， 它是 sign 这个 message 而不是 sign 整个 transaction， 就 sign 这个 message， 然后把它丢到这个 transaction 最外面，然后这个 message 其实才是主体的交易资讯。那这个里面就如刚刚 Justin 就说，就是里面可以有很多个 instruction， 就是你可以有好几个串联在一起。不过然后这些 account 里面都有 is signer is writable 的设定，还有 data， 刚刚 Justin 提到的那个 instruction data， 然后你可以有好多个。然后 message 还会包一个东西叫就是 all account， 就是它会把所有的account 都记录在这边，就是你所有 instruction 要用到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是即便你有很多个 instruction 要做，那你一样要把那一整坨的 account 都丢到这个 message 这个外面。不过现在官方 SDK 其实都帮你包好，你只要把 instruction 丢好，然后 signer 给基本上就帮你串好这些东西，你们也就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东西要怎么做。那如果有兴趣，其实官方文件上也有蛮详尽的解释，或是在 Discord 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对我都会回大家。那这部分差不多就这样，就给大家一个比较基本、比较宏观的概念。然后再来我会讲怎么用这个概念去开发一个拍卖的程序，这样。对，然后源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专案里面找到。那这个专案我原本是用原生的方法写的，就是我自己量，后来我改成用 Anchor 这个 framework 来写。Anchor 是 Siren 写的一个开发 program 的一个 framework，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两种都写过，就是原生也写过，然后 Anchor 也写过。我觉得 Anchor 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把 program 变得比较好读，变得比较简单，看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也比较干净。就是它就是很简单，你只要定义 instruction 怎么做，然后下面的 account 怎么有哪些资料，其实然后这样其实这样就够了，就是你也不需要担心说你要怎么 serialize 怎么 deserialize 这个东西你都不用管，然后它原生那一件都把你弄好，就是写起来很舒服，就是不太需要担心什么。不过缺点就是因为它就还在写嘛，还在开发中，所以就有一些 type 它其实没有资源，像我前阵子写一个东西然后需要用到 U256， 那这东西它目前没有资源，那没资源的话你自己要嘛你自己帮它实做那个serialize 跟 deserialize 的方法，还有嘛你就回去写原生，就我还决定回去写原生。不过我觉得这个 anchor 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开发起来真的挺舒服的。对，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拍卖程序这样。这拍卖程序简单来说就是大家想到最简单的就三个，就是开一个拍卖，然后拍卖跟出价，然后跟关闭一个拍卖这样。就我这边设计还是让关拍卖这件事是手动的，那之后如果有想要拿去改的朋友可以直接改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基于这个去改。那这边就是简单给这样的范例，就是三个操作。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对，再来要说这个我怎么存这个资料。我这 program 主要会有一个 account， 然后这个 account 就是 Ocean 这样。就是它的拍卖资讯，然后这个资讯我里面会放 ongoing， 就是看还没有继续在拍卖中，然后谁卖这个东西，然后 item holder 跟 currency holder 这两个东西，我的概念上是把它当成一个金库，就是你今天你要卖的人，你就会把你要卖的东西丢到这个 item holder 里面，然后
你要出价的人，你会暂时把钱丢到这个 currency holder 里面。那这两个东西都是 control by BDA，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这个 program delivery address，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一旦锁到了这个 holder 里面啊，唯一解开的方法就是只有 program 去触发这件事，它才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解开。那这样子就是保障了拍卖者跟出价方嘛，就是这样很安全。那我下面会再存这个出价者的资讯，还有这个 referral receiver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大家想的情况就是，你今天你出了一个价，然后另外一个人出了一个更高的价，那但是你的钱其实已经在 currency holder 里面，那这个时候还要把钱退还给你嘛？那这个时候我会把钱退到这个 referral receiver 里面，就让这个流程可以继续下去。然后对，然后再就是下面会有一个 price， 然后这个 price 也是 U64 这样。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reate ocean。那这东西就是一开始概念上就是我会把 Ocean Seller 跟这些必要的资讯丢进去哦，然后这边有个 Rent， 这个 Rent 是 Solana 的一个 Account 的一个概念，就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 Account 里面是存一大堆资料的嘛，然后其实你这个东西你存在链上啊，你是需要付一点类似像租金的东西在上面，然后这个大小呢是关乎于你里面存了多少资料。那他官方有给一个，就是两年，只要你存满两年，就是你两年份的租金放进去之后，你直接免租金，所以你每个 account 基本上你都会给他放两年足额的租金进去，然后这样子你的 account 就不需要再被扣那个租金了。扣那个租金是只要提到你的 account 或是每个 app 他都会扣，所以非常不划算，就基本上大家都会把它放满。那我们就是对，然后把这个东西丢上去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检查这个 ocean 是不是放满两年租金，我确保他不会一直被扣租金，扣到不见，然后资料就不见了这样。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那这个是 Anchor 写的版本，那我截录下来就是，他真的只需要做这样，就是上面这个是我传进去那个 create ocean 的 function 所需要的 account，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要存 ocean 资料的 account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 seller， 就是谁要卖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 item holder 跟 currency holder。那这边我有做一个额外的检查，就是他这个 item holder 跟 currency holder 的 owner 必须要是 program delivery address。然后这个写法哦，因为这个函式它会回两个东西，一个是 public key 本身，另外一个就是 seed， 就是他找到第几个，刚刚有看到嘛， 255 找到0。所以他会回那个东西，那我这边只取第一个，对，然后再 rent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要检查那个 ocean 是不是足额的，然后在 anchor 的写法，我只要这样子写完之后，他就会帮我检查，所以就是那挺舒服的。如果你写原生的话，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写，就是他 rent 够不够，你要自己把 ocean 的 account 的数字丢进去，然后把这个钱抓出来，然后再看他连 pro 够不够，就有点麻烦，然后蛮繁复的，一直写。对，那这个 instruction 就挺直观的，就是把这些资料全部一股脑塞进去，就也没动什么脑，就全部塞进去这样。对，就是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看一下比较复杂的，就是出价这边。出价的话比较麻烦，就是啊。这边看，我这边给个简单的图，就是我把 Bob 就是出价者跟 Alice Ocean 就是 Alice 卖的那个正在做的这个拍卖，这两个东西丢到 Ocean 里面，然后 Ocean 可能看着你的价格啊合理什么的检查完之后，然后就去改你的 Alice 的 Ocean 这样，就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蛮麻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一开始都要把 account 全部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不是有一些什么 currency holder 之类的那些东西也都要全部塞进来，所以它其实会长得比较类似这样，就是我们会丢 ocean 还有出价者，这个就是必要的。然后这边有顺便检查，就是这个拍卖是不是持续进行中。对，然后下面就开始比较复杂，就需要放这个是就是这个出价者实际上要把钱出来的地方，就是他要出价他就要给钱嘛，那给钱需要一个 account， 这个就是那个 account。 然后我们刚好看到就是 token
program 的那个 account 它的设计师还有个 owner 的角色，那那个 owner 其实就在下面这个 front office， 对，然后我把它设定是需要是 signer 的这样，对，那这两个 account 你也要传进来才有办法，对，才有办法继续往下扣一层，就是它是我们在做 program call program 的时候，其实 account 一开始就要全部带足了，这样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带。对，然后下面就是还有 currency holder 跟 currency holder of， 然后这个东西需要带，就是因为有可能需要把钱还给上一个出价者，所以这个 currency holder 也会带着。那这边带上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把 signer， 那个 signer 一定过不了嘛，所以我们那边 signer 会是 false， 但是在链上会做 sign invoke， 然后他到下一层的 program 看到就会是 signer， 对，然后也会把 origin refund receiver 就是需要退款那个人丢上来，还有 token program 这样，就是 token program 也需要，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做 token program 的转账，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一并带进来的。对，那我们看一下 instruction 部分。那 instruction 这边就是一开始我们会把 option 拿出来嘛，然后看一下价格，那价格如果太低的话，你来胡闹的话就把你直接 reject 了，那如果没有胡闹，我们就要看下面。然后这边是如果有 refund receiver 的时候才需要把钱还给上一位，那什么时候会有没有的状况，就是你一开始开启这个拍卖的时候你会没有这个 refund receiver， 那这时候这个就不用做了，所以这边要做一个判断，就是有的话我才把钱还给上一个人这样。然后下面这里就是组装 token transfer 的方法，就是 from 是这个出价者要付钱的那个 account， 然后他要转到这个 currency holder， 就是他要把钱给 currency holder。然后 auth 的话，当然就是 from auth 嘛。然后 program 就是 token program， 然后这边直接做 invoke 这样。对，然后这边有个细节，就是他这边是直接做 invoke， 他不是因为这个 auth 啊，这个 auth 我给他的是 signer， 然后所以这边其实只要直接 invoke 就好，不需要 invoke sign。对，等等会看到 invoke sign 例子，那这边就先当作他就是已经先签过了，所以他就有授权了这样。然后下面这里就是更新一下 option 的状态。然后对，这个就是我们出价的 instruction。然后第三个就是 close， 那 close 这也是给一个先给一个简述的概念，就是Close 就是 Alice 跟就 Alice 他带着他的拍卖到这个 program 上，然后 program 看哦是你，然后你要把这个拍卖结束了，那他就把 item 给 Bob， 把 money 还 Alice 这样，概念上是这样。然后因为这两个东西 item 跟 money 都是给 PDA 管的，所以他在做的时候会直接做 invoke sign，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还给这两个人这样。对，然后但是事实上就跟刚刚一样嘛，我们这里面其实看似这样，但其实牵扯到非常多的 account， 就是它长得比较像这样，实际上就是会有 option， 然后 seller 就是 Alice 嘛，就是我们刚那个人，然后要是 signer 就是他是这个本人，他才有办法做取消结束拍卖的这个动作，然后再也会把 item holder 跟 item holder oath 丢进来，因为我们等等要把 item 给那个最高价的那个人，所以会需要对他做转账，所以 OS 也要丢，然后 item receiver 也要丢。那可能会疑问就是，item receiver 这个怎么丢？因为我的 Ocean 里面其实没有记这个资讯嘛。那这边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这边比较推崇的做法，就是你帮他创一个，然后 OS 只给他，就是你把权限给他，然后你把东西转过去，就是这样子比较省事，然后你也可以在一个操作里面直接做完，就也减少了这个沟通的成本。对，然后我是这样设计的。但如果大家觉得可以把 item receiver 塞到那个 ocean 的资讯里面比较好，也可以塞。不过就可能就是一开始丢的时候要检查，因为这 item receiver 有可能不见，就不见的话就比较麻烦，就是你这个东西永远管不了，就有人会故意卡你的话，你可能会比较麻烦。不过就是可以想一下，但实际上是做得到的。对，然后再来是 currency holder 跟 currency holder oath， 就我要把钱拿回来，所以当然需要把这两个 account 丢进来。然后还有 currency receiver， 然后 currency receiver 这边就
是我 Alice 要收钱的那个 account， 所以这个也要丢。然后还有 token program， 就是对，就是必须的。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close ocean 的 instruction， 然后这边就是我会把 ocean 拿出来，然后这边就是刚刚说的 find program address。然后为什么我需要拿这个 seed 呢？因为我需要做 invoke sign。那我需要做 invoke sign， 我就必须知道实际上的 seed 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就是你在做 program address 的时候可能失败，所以我是用 find program address 来做。那 find program address 它的特点就是它后面会多塞一个 byte 嘛。那我需要知道这个 byte 是什么，我才要把它还原其实真正的 seed 是什么。所以我这边 seed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seller 的 public key 加上这个最后一个 seed， 那这样它才是它原本完整的 PDA 的 seed。然后这边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把那个 item 给 item receiver， 这边就是 item holder， 然后 item receiver， 然后这边是 item holder 的 oath， 就是那个 PDA。然后我这边做的就是 new with signer， 这个东西在原生的 program 就是 invoke sign。就是我会做 invoke sign， 然后我把 seed 丢进去，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 item holder oath 它就会有 signer 的权限，那这样这个转账就会成功。对，然后下面这里是 currency owner transfer， 就是我要把钱丢到 Alice 他要收钱的那个地址。那这边一样，我做个检查，就是它必须大于Ocean price。 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是因为如果今天 Alice 出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出了报告价，然后没有人竞标，那今天他默默的想把它收掉了，那这时候其实会没有，就是 currency holder 里面其实是半毛都没有的，那这个东西就要检查一下，把它检查掉，不然他自己卡住自己做不了。对，然后里面也是说跟 item holder 转账差不多的事情，就是差不多是把 holder 留进去， receiver 留进去，然后还有这个 PDA， 然后一样是做 invoke sign。 然后这些离杂杂事情做完之后，记得把 ongoing close 掉，就是要让这个拍卖直接不见。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拍卖程序，那就蛮简单，就是三个 instruction， 然后就可以做到去中心化的拍卖，你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发行商帮你上架，你自己都要连上，然后就有人可以看到了，这样。对，然后下面这里是一些测试的 code， 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刚那个源码上面看到。那这个就是 Anchor 提供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像 Truffle 那样，你可以写的时候你可以一边测试，就真的写起来挺方便的。然后对，就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是一些我测试的 code， 然后在 source code 上面有更多的范例，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上去抓下来，然后配合刚刚 Siri 介绍，就是看在 local 起一个，然后直接跑跑看，就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对，然后有兴趣的就更也可以再接一个 Solid 钱包之类的，可以试试看感觉。对，这个开发起来是真的蛮好玩的。对，那我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留给大家提问，这样。好的，感谢一号。然后我们看一下直播间，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 auction 的具体文档，这个具体文档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分享过，是在一号的这个GitHub 上面，在我的 GitHub 上，大家可以去，我就留在这个页面给大家看，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对，这个 Ancho auction， 然后回放，回放就这两个直播的回放。会在三天左右的时间上传到 B 站，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回放。PDA 那里能重新讲一下？好啊，可以可以。PDA 在这里，嗯，
BDA 的概念比较像是，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创一大堆 account 嘛。那这个 account 其实就是会有机会有人有 private key。那 PDA 的概念是你这个 program direct address 只属于这个 program， 就是只有这个 program 能 sign 它。就是像我们可能我有一个 key， 然后我就可以 sign 它。但是 program direct address 在 Solana 设计上只有 program 能 sign。也就是说，只要你把 owner 指给 PDA， 你把它指定给 PDA， 那这样子就是有这个 program 能 sign 这个 PDA， 然后才能去针对接下来的事情再做一连串的处理，这样。所以 PDA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只有 program 能授权它做事的一个 account， 这样，就是它概念上比较像是这样。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对，一号你可以看直播间有几个新的问题。好，是不是把链当成一个数据库的感觉？对，欸，其实你在不管开发哪个链，其实都是这样子。你其实我们在做链的开发的时候，都是把链当成 backend 在用，因为我们把一大堆资料全部往上塞嘛。像 Ethereum 你也是把一大堆资料塞到那个 smart contract 上。那我们在开发 Solana 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垃圾塞到 account 里面这样。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有跟 Solana 交互的 Web 3，有那个 Justin 有写一个，那个蛮好用的，那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官方的 GitHub 上面有，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可以在 Discord 上面问，就是我都在上面回答大家。Solana 开发比以太坊难吗？对新手，我觉得它的概念上会比较难一点点，因为在 Ethereum 上面，其实你只需要管好你的 key 之后，其实在做什么事都比较没有别的概念，就是你只要把你的 key 握好，然后不要随便乱把钱打越一动，其实就没事了。但 Solana 上面比较复杂，是因为它灵活度比较高，所以它可以做的花式操作比较多，因为就跟像你讲的一样，它可以丢很多 instruction 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很多事。像如果现在有个程序叫 associated token program， 这个东西就是里面一口气做了四个 instruction， 然后它的做法其实也就是把这东西 invoke， 然后对，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是觉得 Solana 开发起来比以太坊不舒服一点，但对，但是如果这些核心概念有掌握的话，基本上也是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对，OK，对，那么最后我就是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接触到很多开发者会有一个high level 的问题，就是基于 Solana， 就今天我们说所有这些特性。那么当一个开发者或者一个 team 在开发具体的比如 DeFi 或者是 Governance 的这种应用的时候， Solana 的这个就是说Solana 特别适合做哪些事情，然后特别不适合做哪些事情，跟以太坊相比，就是跟这个开发者开发以太坊合约相比， Solana 特别适合做哪些事情，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比如说 DeFi 和 Governance 这些比较重要的场景。最优点当然就是 Solana 很快嘛，然后而且 Solana 现在很便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需要一些就是更快可以反应的，然后你需要追求一些比较低 gas 的，你基本上都可以把这东西全部移到 Solana 上了，就 Solana 真的蛮快的，就是对啊，但是开发起来就是比较难，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对啊，所以对啊，大概是这样。OK， 好，然后我看对，就是急需一些例子在代码上理解，就是现在我理解是没有，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access 到很多就是已经写好的程序，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上手。
就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网站或者是 GitHub？ 我在学的时候好像都是直接看官方文档，不过如果需要一些简单的例子的话，我过几天可能花点时间，然后再弄一个 report 给分享给大家。然后就是我应该会用官方的一个 JS 的 Web3 跟 SPO Token 的 Web3 去写一个简单的教程，然后让大家可以直接理解，就是直接开箱就用这样。对，好的。日常开发时如何注意规避合约漏洞呢？哦，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像你在写资料的时候啊，就是因为 Power Program 会直接挡说，就是你写资料的时候，你一定要是这个 owner， 一定要是这个 program 嘛。所以你今天传一个不是这个 program 的 account 的话，它会直接被 reject。但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读资料，这个时候就蛮危险的，你就要特别检查这个 account 是不是属于这个 program， 因为其实如果它有你的 source code， 它可以假冒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 program， 然后跟你长得很像的 account， 然后结构也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直接丢到这个你的 instruction 里面骗你，然后你如果里面没有特别把它检查出来，其实就很危险，因为你的 program 会相信它的资料，然后就对它做一些可能发放奖励这些事，然后这些事都不可逆嘛，就蛮危险的，要注意。对啊，现场是这个，不如就我再我到时候再贴个专给大家看吧。是指简单代码吗？这个我花点时间写，应该蛮快的。对，然后我可以再请 Eric 分享给大家这样。好的，OK， 那我们基本上所有问题都 address， 然后这个因为 Hackathon 有微信群，然后 Solana 也有 Discord， 所以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就可以去Discord 或者微信群去交流。好的，那今天就是特别感谢 Justin 和一号，然后就是这个中文内容其实对大家来说应该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会上传这个视频到这个 B 站和 YouTube 上面，然后做一个留存，然后大家可以随时 reference back。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没有报名 Hackathon 的话，可以报名索爱的 Hackathon。然后这个 Hackathon 是 Season Hackathon。就是索拉纳应该是今年奖金规模最大的一个 Hackathon 吧，是百万美金的总的奖金池。然后那么中国赛区是这个4月18号到6月17号。然后这个现在是处于这种预报名和大家在微信群交流这个阶段。然后5月中旬的时候这个项目上传会开启。那么同时就是 Dora Hex 安排了一系列的直播，然后 Solana 的直播今天是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然后第三次是我看一下，第三次是5月13号，然后之后在5月15号有三场 Solana 直播，然后在5月16号有两场索拉纳直播，一共是这个八场索拉纳直播，然后这个八场直播会带大家去基本上去 go through 索拉纳开发的很多方面，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参考官方文档和在群里边去问问题的形式。然后就是在 Hackathon 里边应该有很多就是已经有想法或已经组好队的这个团队，然后在过程中我们也会邀请这个项目的团队在 Dora Hex 做直播中英文，然后如果没有组好队的开发者，然后也可以在微信群通过加入别的团队的方式去参与到这个 Hackathon 上面。
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儿，然后非常感谢 Justin 和一号，也非常期待后续的这个索安娜的这个中英文的 workshop。好，那个感谢两位。好。